我自己是觉得挺遗憾的，就没有跟他们一块，因为腿伤的关系嘛。就我也希望我们火箭少女能再有一次去波兰的机会。然后我弥补一下，就我把脚伤就是医治好，然后恢复好，再跟他们十个人再去一次波兰，然后爬那个海眼湖。